经过国际收藏家们的激烈竞标，一幅当代作品。第三是多杰羌佛的杰作《墨盒》，以惊人的高价1650万美元拍出，打破在世艺术家作品的世界纪录。一个好几个 group 就是又来抢几张画，结果呢，我们从就是1050万美金开拍，结果呢，大家每一次的50万，每次的就50万50万这么扎上去，结果呢，最后的话以1650万，就是呢下垂，所以的话呢，我呢感觉上呢，这张水墨画呢非常非常是那个神来之笔，它是打破全世界画家里面的世纪纪录，1650万，这是全世界画家里面是从来没有过的。中国商讯陈哲报道。